啊，讲不清楚、讲不明白就信了，那不叫迷信，叫什么呢？啊，所以不能怪他们呐，啊，怪我们自己学佛四众同学没学好，啊，没有啊，把这个好的样子啊，像佛菩萨好的形象向社会大众啊宣扬，啊，所以过失不在他，在我们自己，啊，这是非常值得我们警惕的。我们要学真的，不能学假的。啊，唯有真实，对自己才有真实利益。啊，这个真实利益，最大的利益就讲健康长寿啊，聪明智慧呀、啊，啊，财富不要多啊，啊，生活能维系就好，不要过富裕的生活，富裕的生活。很难迷惑迷失方向啊，那么有多余的这个财富的时候帮助别人啊，自己生活实在讲心越清净你需要量越少啊，生活很简单的，很简单很快乐啊啊，这是你真正的受用啊！啊，烦恼轻，智慧长，你说多快乐！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报告到此地啊！谢谢大家，啊，希望大家新年快乐。今天是新年的头一天，啊，我们讲到啊，这个心静、心安、心平，啊，希望我们都能够啊把它落实。好。